你今仔看起来心情袂歹哦。胡总，你想做无穿，我送互你鞋啊。迄双鞋啊收贵啊，我唔敢穿啊。你哪会真古锥啊？鞋啊本来就是买来穿的啊，你买回来不爱穿，肯定厝的要做古董哦。胡总，美丽家园开卖时间到底定在什么时阵啊？ 这 case 是你专专负责的，是不是除了董事长，干那你知影？你有兴趣哦？是啊，这家公司这么神秘，连我这个业务经理都唔知影，只好来偷偷跟你拜托，是不是当小可透露一点仔消息啊？拜托拜托。美丽家园是我伫盛发集团的一条王牌，为着要拍破进前的销售记录，我已经跟董事长谈上好啊。 盛芳的员工会当摕到高级的service。真的哦，咱的什么时阵会开杯？我话还未讲完，员工的service就十位，讲到开杯的时间，我确实嘛知影。但不过，我刚才当讲予甲其人知影，你即马替阮制作表案，我嘛唔知影你是伊迄边的人。 是我的人。但你要安怎做，才能得到你的认定？你先请我送好你的鞋啊，我再跟你讲。 吉祥鞋就算了，一定是阮哥送的吼。是讲，阮哥有啥物时阵遮尔有眼光啊？吉祥鞋啊，做工足油的，质感嘛袂输几落万块的名牌鞋呢。啊，你们都穿起来，莫歹势啊！家人朋友的心意穿伫咧脚顶悬，真是太有爱了。鞋啊，收过珍贵啊，是，莫穿好啦。唔买啦，你当然嘛爱穿起来，紧来，甲穿起来哦，你走路就有风，受万人瞩目。 紧紧穿起来，咱来去开会。紧的啦，穿起来，穿起来。女魔头那高穿同款的鞋啊！ 真正是亲戚弟啊呢，囡仔拢紧共款呢，吼，若是有副总看到，我就害啊。这是价格表的变更。数字伤侪，直接报告，卡免我看较头壳疼。这是维云还佮美颜。 头一阶段做的变更，阮财务部根据这块地的稀有度，还佮未来周边的开发案，阮认为其他的厂商出的价钱绝对袂输低。嗯，啊，这块地哦，离捷运站出口刚才国家公厂，这周边还佮有百货商城预定地，还佮有美术馆、银行佮商办，这块地应当讲是哦，食衣住行娱乐全部拢包办。 阮预计五年内完工，这价值哦势必会飙破这预定价的天花板。讲半波废话一大堆，爱阮出偌济是一句话就好。阮认为必须要出130亿，才有法度摕到这个标啊。地标100亿，加十五趴就已经真悬啊，20趴就到天花板啊。 你每个月出130亿，你真正甲阮的算法值，当作是天顶掉落来啊！吴总，这块土地价值袂当安尼来做评估。董事长有讲过，若是买车，会一年一年折旧。啊，毋过买土地、买厝是每一年拢会起，尤其是参照这种伫咧市区的精华地段，买一块都减一块。咱袂当为着咱争这几亿，就去损失掉未来几落百亿的利润。安尼因小失大，以后开搁较侪钱嘛买袂转来。
陈小春这个查某囡仔真有商业头脑，是一个袂歹的人才。什么叫做新几来个？这间公司是阮爸辛辛苦苦欠东欠西打拼出来的，你当作是办公室啊？爸，这有够得起笑啊！你敢入去看卖？这个标案已经交予珍妮负责，有单经理在边仔协助，咱等下看结果如何。就是因为这块地是董事长亲身指定要做顺发的总部，阮才会认为无论如何，拢要想办法给退落来。唔免提董事长来搞我啊！什么因小失大，这是加几十亿，不是几十块呢？这个部分财务部已经变过过啊，咱加开十几亿，顺发绝对有法度伫个三年以来赚到转来。就甲你讲，副总无满意这个介绍。你别当作办公室啊，顶得去顶走。顶走的结果嘛是同款的，阮的估计敢那会关袂过。副总，你若是坚持要用业界的介绍，那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摕袂到这个标案。副总，我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上到你办公室，把这个鞋换掉，真正把我害死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快点，恁就是爱订做一款价格表给我，若是介绍还是压不下来，就一直做，一直做，做到我满意为止。一天的好心情拢无啊！孙大姐，副总，有人来撞邪呢。叫什么叫？就卡寸彩，给大家看啊！哇，李经理，你真正好大胆呢，竟然敢甲副总穿同款的鞋啊！是讲那些鞋啊，爱你一个月薪水呢，你哪有可能买得起啊？哦，我知呀啦，你那是一定是假货。假货搁甲请来公司，真正是下死下子。报警，该检举。这双鞋也是阮购送，我都唔知影这是啥物品牌，伊若是知影这是假的，绝对袂买。嘛是啦，参像你这样的社畜，要哪有可能看得出来精品甲假货有啥物无同款？若无凭你的性格，哪有可能甲我穿同款的鞋啊？头前赶快诶！哎，真正是撞邪啊！这真正有够衰嘞！冬雨，阮哥一定是看到好看就买，唔知影这是假，是勒啦，害你和女魔头洗面。哎，说出去啊，为滴和伊洗面，那么是一干两干的代志。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，你妈妈会甲恁哥讲啊，我惊伊知影会艰苦。好，我知影，我袂讲。好啦，大家，咱都先回去保养了吼。啊，不是为着要摕到做安迪的情报，我哪着白白受周正宁的气？胡总，丁瑞佳，你等我。我知影胡总开会完，拢介意为家行回去办公室，所以特别来家跟你不期而遇。我会敢讲，真正袂歹，这双鞋啊较小气下你的，看来你已经准备好，要让伊带你走向更加好的未来啊。是啊，这双鞋啊真正差一点仔，害我给位天王全世界。对啊，副总，我已经穿鞋啊，甲你表达我的立场啊，那你是不是会当甲我透露美丽家园开卖的时间啊？
我这个人一向讲话算话，后个月五号记住开的。哦，各位五号。大家护照。你也唔通对别人安尼笑啦，安尼实在是太犯规了。对，胡总，咱公司一定有足多人想要买美丽家园，那你敢还阁有其他的附加条款？当然有啊，要唔过我未确定。你若想要知影，爱问珍妮，这部分的条件是一定的。是啊，那呢我再去探听看卖，多谢胡总。以前人讲香车配美人，我是感觉水鞋啊配美人，骨靠风景。也唔过，你上过鞋啊的族人哦，最后拢会惊向别个查某人。我就是迄个清明白的，嘛无法度变作公主的灰姑娘，你啊一身麻烦，最后嘛摕袂到好价钱，就这样告衰。老二，这是新的表案财务量表分析。啊，你先准备把鞋仔收起来，是不是怕你摸头又过来给你洗面？哎，就穿了会疼。会疼啊！这不但是假的，还会咬脚。你鞋仔好啊，我叫阮哥摕去退钱。小孙，我要等老师。我甲你讲一个八卦消息，我听讲美丽家园后个月要开卖啊，敢是真的？正确时间是后个月五号。真实的？嗯。这个消息敢可靠？保证无唔对。我都知道你想有办法啦。冬雨，咱即马知影时间，安尼就有法度先准备定金。冬雨，咱要有家己的厝啊！咱终身会变成有巢一族啊！我终身无父无子啊！真欢喜！啊，恁两个是好阿伯啊！才拄啊食饱尔，就咧讨论公司。啊，伫咧公司上班就已经足忝啊！啊，要加班回汤领啊！做遐尼辛苦要创啥？无法度啊！想叫阮有一个，大工拢是要哄伊散力的女魔头。若是估计错误，若是标袂着土地，到时阵被黑过啦，一定是我。对了，哥，你敢知你差一点么都害冬雨和女魔头受理啊？我害冬雨？我怎讲？就你上爷去上鞋啊？不是啦，这件代志甲做无关系，不是自我的问题，是女魔头早就看无顺眼，找借口来假死我啦。今年去有我的女朋友，我真正听袂落去啊！你即马伫底？我来找伊算账。那么烫哦，你安尼还会快起床呢？对啦，哥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爹，唔管迄个女魔头，伊是要翻云覆雨，还是兴风作浪，我拢会甲我的大嫂顾条条。我袂让伊受到任何的伤害，我惊你会唔敢。那安尼我会同意哦，就麻烦你啊。水。